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你们要向耶和华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和小，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没有我的一点公义审判万民。没关系，没关系，有啊，没关系，你现在没办法弄啊。天父上帝，没有用，你是有公义、有慈爱、有怜悯的主。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赞美和敬拜能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是荣耀的君王，摩西曾看见你的荣耀，这世代仍然要看见你的荣耀。
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是的，爱我们的天父，这世代仍然要看见你的荣耀，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一切颂赞都归给你。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愿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从这代到那代。从烈火到烈火，尽
神啊，万民万族都要称赞你，列国列邦都要歌颂你。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无论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君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感谢你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感谢你塑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就是那位伟大的 Maker。
神，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感谢你保守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的名字你都知道，我们的欢笑和泪水你都看见。愿世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Thank you.
全能真神，我们在这里向你呼求，我们相信你的旨意必要成就在这个世界，成就在这个国家。尽管这个世界和国家越来越偏离你的旨意，但信靠你的人仍然在恒切的祷告呼求你的名。愿你的爱住在世人的心里，消除各族民众之间的仇恨。愿你的灵感化世人的心，一起建造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求神赐掌权者智慧，按照你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正确应对目前纷乱的状态。求神怜悯这个国家，赦免世人看得见看不见的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弟兄姐妹每天的平安喜乐。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沉，就随同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特别要讲到今世、来世、永世之得胜者。这过去的三个星期啊，美国特别为了警察的暴行、种族的歧视，产生很大的示威，甚至也有暴动。我们知道，从三月或者二月开始，新冠型肺炎的病毒的瘟疫影响到全国，同时种族文化的病毒的瘟疫，在这过去三个礼拜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明显，大家都很关心。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美国正面临属灵的征战，属灵病毒的瘟疫。因为我们知道敌人是撒旦魔鬼，他有各样的诡计，要人攻打人，国攻打国。
我们现在看到人的攻打人，那国攻打国，这已经很长久的事情。那在这让我们知道是罪引诱人，使人堕落，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啊，三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它的书名叫《Capital》，这书非常厚，比平常的书大概厚一倍，只有700页，平常的书是200-300页。《Capital》就是资本，在21世纪的资本。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上来说，啊，所有的 production 啊是靠两个方面的，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劳力。但是呢，最近啊发生的事情是，资本得到了获利，远远超过劳力。很多人因为靠着资本，他可以让他的财富增加很多，而且增加了几乎难以相信。啊，最近亿万富翁或者10亿万富翁啊 ，billionaire 多的是啊，这是很大的数字。你好好想一下，它是你的财富的多少倍？那我们还是算是中等的。那假使在生活在比较低的呢，那不就更差了？差距太大了吗？你看我们这一次啊病毒的时候，很多人一个礼拜拿不到薪水，就没有办法买食物，就没有办法啊付房租、付 mortgage。我们都知道这个贫富的差距。那这个书的结论就是说，当社会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到一个程度啊，就会造成革命。啊，这个人叫 Thomas Piketty， 他是法国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做了一段研究以后就写了这本书，也是纽约时报最畅销的书啊，是三年前，所以我三年前就看了这本书，没有完全看，太厚了，看了前面一部分。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是啊财富不均啊，另外一个问题是家庭的破碎。我们知道黑人的家庭有75%是没有父亲的，都是单亲的。家庭的破碎也是带来另外一个啊，人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得到啊长进。那因为机会的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就造成极大的不满。那这也其实是这个暴动的最根本的原因。警察暴行只是一个啊，给他们一个火花，但是真正的那个油啊会烧起来是这，我相信刚刚我讲的两点很要紧。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人权是先有神权，所有的动物没有什么动物权。只有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才有人权。当人忘记神权的时候，我们的人权就啊出了事，因为上帝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平等的。那圣经说，耶稣说要爱人如己。事实上啊，解放黑奴是从英国的一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啊，他花很多时间，他一生就在英国国会为解放黑奴啊出力。那后来林肯就也是啊主张解放黑奴，才发生美国的南北战争。那这些都是从基督徒的做出来的啊，是因为基督徒知道人要爱人如己。所以呢，人们需要福音，要悔改信主，能够得到永生。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这个就带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但今天读经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讲话是非常有权威的啊，没有啊拉杂杂的，又是又不是的啊，英文叫做 ifs and but 啊，没有的。圣经讲的很简单，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可以啊 argue 或者对为这句话争论的，死后且有审判。上帝这么说啊，他给我们一个定命，一定会死，生了会死，同时他还告诉我们死后有审判。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啊，人人是罪人，没有例外的，你我都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恩典啊，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永生是来自啊主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个话讲的多么有权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假使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讲这话我们就算是疯狂了，甚至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到父那里去啊。使徒行传也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得，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了。圣经的话是非常有权威，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最后一卷，是在保罗写的书卷里面最后的，他写了十三卷书卷，这是最后一卷，是公元大概66或者67，就是耶路撒冷被焚烧之前，是保罗最后的话，显出他内心和他优先的事项。第一，他强调要有健全的要道，坚定的信念，自信的忍耐力，持久的爱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鸟之将亡，其音也悲哈。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最后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的话，也是鼓励，也是安慰。那在第一节就讲到啊，将来在宝座上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就是啊，接到我今天的讲题，因为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呢？因为人的灵魂经过三个时期，然后呢，讲到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对信徒的审判，还有他审判的标准。那审判的标准最好的就是能够得到公义的冠冕，我们刚刚读过这个经节。那最后讲到应用，这是今天啊讲到主要的大纲。我们知道从圣经来看，人类历史有四个最关键的事件，也是可以说四段时间。第一个是上帝造人，第二个是大洪水，第三个是基督第一次降临，就是耶稣降世为人，第二个是第二次基督第二次降临。这个图啊，在最左边啊，就是创造 creation 啊，是过去的事情。再来十字架就是耶稣啊第一次降临，到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以后呢，就是教会的时代 church age。 那再来就有 tribulation 啊，大灾难，
那大灾难以后呢，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最后呢，millennium就是千年国度，那再来进入永生。今世来世永世，非基督徒的今世有两种，一种是不认真的今世，活一日算一日，随便的、糊涂的、不认真的，吃吃喝喝不久就死了。还有一种呢，比较认真的人生或者今世。有些人生活要立功，如文天祥、叶辉，轰轰烈烈，浩气长存，不可一世。有一些人立言，如孔子、孟子，著书立说，留给后代赞赏。还有一些人一生立德，讲仁义道德，讲正人君子，希望他的名能够，这些人都希望他的名能流芳千古。那基督徒今世的人生观应是什么呢？应该是什么呢？人生的目的在于荣耀主，我们说荣神益人，一要接圣灵的果子来荣耀主，第二要接灵魂的果子，传福音领人信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同在。所以这讲到已经死了还有没有死，主第二次降临来的人啊，要被提与主在空中见面。讲到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审判，就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从启示录的记载，我在上帝面前，并在不认识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他从面前天地都逃避，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我要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册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大宝座前，把他的案卷打开，也把生命册看他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按这个来做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耶稣基督的审判，第一是对不信的审判，对不信的人的审判。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第二个是对信徒的审判，现在的审判，圣灵会审判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有错，我们就能够悔改认罪，或者说圣灵就提醒我们，
让我们自己自审，还有将来的审判。对不信的审判，父不审判什么人，人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审判是主耶稣基督来做审判的，因为父神把这审判的事交给他的儿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差信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这是对信不信的一个分别、啊、第一个审判是分别你信不信，信不信神的儿子。信就是你接受不接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信他的就是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信就是你接受他，你接纳他，你相信他。对信徒的审判，现在的审判刚刚也讲过了，是自己、啊、审判。当我发现自己有罪，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个是神来审判，当我有罪而不肯认罪，这时神就要审判。神的审判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管教，并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一个管教。那这是现在，那将来的审判呢？这个、刚刚 提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被提到天上去。那下面会再讲、将来的审判。那审判的标准呢，因为大家一定要好奇、啊、是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知道、都知道这个忠心、啊、良善的好仆人。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良善就是做人，或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做人是不是良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良善。基督徒的生活明处与暗处是否一致，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常常说我们要活出信仰。基督徒的生活在明处与暗处是否一致，假使在人看得到的时候你做的跟人看不到的时候你做的不一样，人不知道，上帝知道。第二个是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背后与眼前是不是一样，不是在人面前有敬拜祷告，在背后就没有敬拜祷告，就是我们的属灵生活是不是也是一致的。另外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对得胜的人有许多的应许和启示。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得胜者的榜样。当有人引诱他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够得罪上帝，不是说不能得罪人，他是说不能得罪上帝，因为人可能看不到，上帝看到。那忠心呢？忠心是讲工作 和服事，我们是不是在工作和服事上忠心？忠心不是指工作的成败，世界上的人都是注重成败，忠心乃是尽自己的本分。因为每一个人的天资，每一个人的机会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是我们是不是尽自己的本分。那拿三十两的、二十两的，跟拿五十两的，他们的报赏是一样的。一个赚了一倍，二十两变成四十两，一个五十两变成一百两，你就看圣经的称赞是完全一样，一字都不差，因为他们的机会能力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 做的事不够伟大，我们做的事、在世人看来很普通，但是若是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在神面前我们是忠心的。求主让我们知道，虽然得救很容易，我们一信一接受主耶稣就得救，但是要进入天国是不容易的。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是要努力进去的。所以这天国是讲来世，来世就是耶稣第二次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啊，有一千年，那是天国。得救是到神那里去啊，有人用天堂，事实上是在神那里与神同在，两个是在时间上是有不同的。那你假使像保罗这样、他忠心，他打好美好的仗，跑了当跑的路，守住当心的道、就得公义的冠冕。这个圣经节请我们大家来念、特别是第七节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在人生是不是打了美好的仗，我们刚跑的路是不是已经跑尽了。有人想不开就自杀了，他就没有跑刚跑的路。我所信的道，我是不是已经锁住了？所以呢，打美好的仗是针对肉体的东西。打肉体的仗，所以这里提到打仗有三种仗，我们每一个人打美好的仗有三种仗。第一是打肉体的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提到这个事，这些都是肉体的东西，一共分成五类啊。一个是肉体的误会、肮脏，这是第一类，就肉体的仗有五类。第二个是与魔鬼打交道，我们是不是跟魔鬼、跟罪妥协？打交道。再一类是与人冲突，我们看到现在人与人冲突。一类是宗教的罪，就结党纷争。最后一类是放纵、方言、醉酒。我们打仗是攻克己身，叫肉体不沾污、沾染污秽，不与鬼打交道，不与人冲突，不结党纷争，或放纵情欲。这是打世界的仗，不，打肉体的仗。那世界的仗包括两种，一种是事物的事，一种是物质的事。处理事物是上帝所允许的啊。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以后，就让他们在伊甸园里治理万物。但是事物不是包括所有的世界，但是当我们被事物缠绕所迷惑，
这就被世界征服了。所以要问你有没有被世界控制住，是不是世界的东西把你的心都完全的迷惑住了，这是很容易分辨的，这是我们要打的第二个仗，世界的仗。第三个，打魔鬼的仗。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说，魔鬼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乃是指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魔鬼拦阻我们，照各样的方法来让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愿意承认上帝，不愿意接受上帝。这是一个魔打魔鬼的仗。跑当跑的路，保罗能够做这样的一生，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是他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无我，就是把我自己制服了。因为将自己制服了，我并不是为着自己活，乃是为着神而活。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才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跑自己的路，跑当跑的路，就是说我们为上帝而活。所住所信的道，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是多么美好的见证，多么成功的见证叫人羡慕。所谓已经打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所住所进的所信的道，这是忠信的表现。至于有公义冠冕为他存留，乃是他忠信所得的赏赐。所以保罗能够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说明保罗的心所在，基础所在。若心怀恶意或忠心不存在，就与上帝远离了。我以前呢，常常在运动场上比赛，所以这个经节对我来讲是蛮有提醒的。岂不知在场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足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为这个能够坏的冠冕花这么多力量时间，有人为了参加奥林匹克从小就训练，还有教练，还有有规律他们得到那个奖赏是很好，但是呢，那是要坏的奖赏，不是永恒的奖赏。那我们为永恒的奖赏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更用力呢？圣经里面提到有四种冠冕，一个是喜乐的冠冕，你假使能够拯救灵魂传福音，你可以得到喜乐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你胜过试炼，胜过试探，过一个真正的门徒生活，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牧养群羊，栽培训练，你做主日学老师，你教小孩子，你教 youth， 你教成人，你是不是像牧羊人这样的牧养他们，栽培他们？若是你尽心尽力做得好，你可以得到永远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我们今天已经读过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做得胜的人， overcomer， 英文叫 overcomers，
假使我们能够做 overcomer， 我们就有得到喜乐冠冕、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跳过这个每一样的解释。回应我要对慕道友或者在我们当中听到很久的朋友们讲一下，今天世人有五种不晓得，五种不晓得。第一，不知道罪的可怕，因为罪让我们跟神隔离，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有人以为死亡就是一个结束，世界的劳苦都过去了，人死如灯灭。事实上，圣经说人死了，肉体的死是睡了，还有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要号角把你叫醒来，所以那个不是死。圣经的死是人与神隔绝。人不知道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圣经里面特别的讲的，上帝是爱，他也爱我们，要叫我们要爱人。人不晓得上帝的爱，他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要每一个人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他给我们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相信、接纳、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忽略上帝的救恩。很多人忽略了上帝的救恩，这么好的救恩结果就忽略掉了，有时候太忙，有时候推延到后面，这是魔鬼的计谋，让你忙不去想，让你说再等再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信，你知道吗？你的最后一口气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不立刻接受信主，当信的时候就要信，圣灵感动的时候就不要压制或者说磨杀圣灵的感动，不要压制圣灵的感动，感动了就要接受，因为圣灵感动你，你听得到，你想到上帝的爱，你要接受，你就可以跪下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首先要先认自己的罪，求主赦免。那回应对基督徒来说，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晓得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要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在地上一直走，走到永远，是永生的道路。那这道路怎么走呢？第一是因信称义，这个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信主人都已经做了，我们已经走了第一步，这是因信称义。我们本来不义，但是因为主耶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上帝就把我们当为义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才能跟他同在。圣洁就要用神的话，我们读经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聚会团契，也是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有弟兄姐妹们陪伴，一起能够成为圣洁。我们第三个人生道路是要得胜，成为得胜者，
刚刚讲了很多，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跑的当打的仗已经美好的仗已经打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进了啊，我们所信的道已经锁住了。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每天都是悲悲惨惨的在认罪，应该让认罪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能够越来越讨神的喜悦，能够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肉体，最后神会给我们荣耀。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真的在属灵永生的道路不要停在因信称义的路上而已，而是要成为圣洁，在生命上有追求，有读经，有祷告，有崇拜，有团契，还有服侍，服侍包括在教会，包括在外面服侍人。我们做得好就是得胜，最后就能够得荣。好，我今天选了一首歌，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在传福音 上面能够多下功夫，都有保障。有一个歌啊，我们叫做我们有一传给万邦的故事， We have a story to tell the nations。 好，我们先祷告，然后再唱这福音的诗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圣经的话语知道我们活在今世，但是我们要预备来世和永世。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像保罗一样，当跑的路那美好的仗已经打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让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说，那有公义的冠冕会有存留。因为那里说不是只是为保罗存留，也是为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主，我们何等的爱慕你的再来，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活出一个成为圣洁得胜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还有在犹豫在等候的，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真的是愿意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一起来跑这永生的道路。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父上帝的慈爱，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主你求你保守我们，我们不但主啊，我们不但得救，我们更加成圣，我们更加得荣耀。谢谢荣耀的救主，我们同心合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现在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参加主日聚会的话呢，就请你 unmute 你的 speaker， 然后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好，感谢主。今天那个我们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生命不断的长成，也让有更多的还没有相信主的那些朋友们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一起来得永生，我们一起生命得长成。好，也特别谢谢今天长老的分享的信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像圣经里所教导的，我们爱惜地上的光阴，让每天的生活更加走在那成圣那个得胜得荣耀的道路上面。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等一会儿呢还会继续分组，然后十一点半的时候呢，长老他会继续有那个圣经要道的主日学如果呢你有负担参加的话呢，非常欢迎参加长老已经将那个 link 呢已经发在我们的群里面了。好，感谢主求神祝福大家这个星期。好，Mm-hmm.